这是高的监督，是高山，这是监督。比赛不是看比谁得分得多，今后有一防守不退，就是这么打啊！怕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是骂我最狠的了，在队里。你也行不行？也许这样球就是要一直被人家压着打。会难咱的所有球员是汉子，是好样的。来了，打几个了？能不能凶一点？给我干！一个字儿。拼啊、哦！手上有血，你放个大步反击。啊、哦、疼！我说这是真正难挨的游戏。